一句话惹怒粉丝。前日，霍尊因点评社会事件而火速成为舆论焦点，虽有粉丝善意劝告，霍尊却不领情面，直接开怼，一番言论立刻引发粉丝反弹。隔日，霍尊粉丝站发文宣布关闭，还在文中指责霍尊作为知名人士毫无社会责任，信口开河，误导社会舆论，令粉丝深感心寒，于是决定观战。霍尊因一言惹怒粉丝，也为其他明星提个醒，千万不要一时兴起随意评价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。最后分享好莱坞明星的一句话点评，直接戳中霍尊们的盲目勇敢。You're in no position to lecture the public about anything. You know nothing about the real world.